这什么？一个眼睛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里面有个眼睛。哦，是肉眼可见的一个什么东西来了。那么好的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本期视频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游戏叫做强壮的骗子，或者叫巨型的骗子。大家看屏幕上这个怪物啊，可能会比较熟悉，它是之前很火的一款游戏太空狼人杀 Among Us， 就那款游戏的同人游戏嘛，所以说这个角色设计就是来源于太空狼人杀，只不过他这个角色看起来非常的强壮，你们懂吗？那种感觉，那种。那这款游戏的话 ，Buff Imposter， 好像呢，他是说是一个无限的迷宫，然后呢，在这个迷宫里面要找牛奶。因为我没有玩过 Among Us， 我只是大概知道那个游戏。不过看这个游戏样子呢，好像也挺沙雕啊，不是很恐怖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游戏。好，就是我们生在了迷宫里面啊。然后呢要去找，看一下啊，就是要找牛奶嘛，非常简单。耶 go back， 往回走。怎么还有这种房间啊，这个迷宫。你看没有门，没有路，那只能往回走了。啊，他说这个迷宫总是在改变。这有一个牛奶，捡起牛奶。OK 了就，哎，你们看这个过关非常简单啊，但这个只是可能是个教学关卡啊。好，你看我们还是在等级一，所以说刚才这关呢可能没什么意义，就是一个教学的。哎，这个房间明显大了很多，在你身后，没有在我身后啊，他在骗我。这边有一个窗户啊。What？跑过去一个健壮的身影啊，一个肌肉猛男，他跑了过去。哦，这边又没有路，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死路一条，我们往回走。Something， 什么东西来了？什么东西？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。这上面画的画吗？怎么呀？这个房间，这什么？一个眼睛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里面有个眼睛。哦，是肉眼可见的一个什么东西来了？什么东西？哦，是来了一坨巨大的红色肌肉猛男，你们看，哎，这果然是太空狼人杀里面那个角色啊，就是他的肌肉特别的强壮。好，我们现在捡到了一盒牛奶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没路了，我的妈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来绕一下。我首先站到角落里，等他过来。哎，好啊，我绕过来。哎，没事啊，非常的笨拙啊。一个人要是他的肌肉太猛的话，他的行动速度就会下降。像我们这种小瘦猴的话，哦，是，不是吧？他怎么瞬移了？怎么会突然跑到我前面的房间来？这边，哦，牛奶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我要喝牛奶，耶、yeah ，好，我赢了，好 ，OK， 第二关，哦，这是到了一个复古的地方啊，像城堡里面，走这个吗？它有个箭头，哦，果然，这边有一扇门，我们走这边。这里，因为它的迷宫每次都是随机生成的嘛，所以这个路线的话我们就不用记了，记也没有用啊，每次都随机的。门呢？这边是，哦，在这儿。门，这边又是死路一条。这边，我们找牛奶，他在找我们。牛奶，牛奶，牛奶，快，我要 drink some 牛奶。好，又找到了。接下来是第三等级，我的妈！怎么一出来就遇到贵人？这边，哦，是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我的天！我怎么一出来就遇到了一拳超人？这里有牛奶，
Oh my god！ 这个等级三怎么开始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哎，哦哦，哦耶！他怎么会出现这么个东西？就这个 ，Oh shit！ 哎，就是这玩意儿，又是他，直接这么一堵墙，烦死了！我现在还剩一格血。Oh my god！我感觉到了等级三之后，这家伙出现的频率明显变高了。这边怎么这么黑？刚才还挺亮的，谁给我把灯关了？又是这家伙，牛奶 OK， 还差一个，怎么又是这种啊？那就没有路了吗？天啊！他把我打飞了，但是我的等级提高了，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，我的天，还好我可以绕开他，现在已经找到两个了，还剩下一个在哪儿？哇，找了好久啊，哦，终于找到了，第四级过了，这第五关，哦，一出来就是第五关，这个墙壁怎么感觉有点像那种床垫一样？没注意了吧？其实我们熟悉这个角色之后呢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就也没有那么可怕。Oh shit！ 另一边，哦，这里有一个牛奶。嗯，你怎么没捡到？怎么捡不到呢？这个东西，这咋回事啊？出 bug 了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这个可能有什么 bug， 这个房间太大了吧？估计是因为之前那个太空狼人杀，就是玩家要扮演狼人和这个正常人对比。嗯，哦，现在的话我是正常人，这个怪物就是那个杀手，他要杀我。哦，在这边第五关，哦耶！好，现在是第六关，哎，一出来就给我挡住了。嗯，哦，这边没路了。哎，这边没有路吗？啥玩意儿？这只有这个门，还真没路了。你说，他可能要等会儿才能刷新这个门吧？啥玩意儿嘛，把我困在这个房间里面。Oh shit！ 你是？这太不科学了，我的妈呀啊 ！shit， 好，我走了。好，牛奶，牛奶，我找到了一个。现在这个路开始越来越难找了。好，两个了。shit！又给我一拳，我怎么觉得他这个造型跟那个坦克有点像啊？求生之路大家知道吧？哎，好，找到了三个啊，并且呢我又升级了。但实际上呢，我玩这个游戏虽然说玩了六关，我感觉就是每一关的内容基本上都是重复的，我们去找牛奶，然后被这个家伙暴锤一顿。所以说这款游戏这个 Buff Imposter 呢，我们就玩到这里了。就我跟大家说，如果大家长得非常强壮的话呢，也不要去欺负别人，是吧？除非呢有人偷你的牛奶，是吧？好，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呢就到此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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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